欢迎你再度来到中兵上场家啊！今天再度借出来这台了我非常喜欢的福特酷嘎，它的最实惠的大全配，所谓的180旗舰 X 的版本。这台车呢，可以说呢，它配备了直追它的老大哥 STI-X， 包含了什么 RED 啦、ISA 啦，还有进化的 Copilot 360啦，还有360度环境等等的 HUD 天窗，这是非常的棒。我们今天呢，就要帮你介绍了它的五大的设计亮点，但是还有五小 NG 啦。带您仔细来看一下吧，走。这台酷嘎180旗舰 X 版本虽然是中间车型，但它却搭载了全景的天窗，而且呢，打开的幅度呢也非常的大，非常有野外悠闲的感觉呢。现在大家手机用的那么凶，这个 Sync 3 8寸屏幕，除了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之外呢，这台车也下放最顶级的 STI-X 上面的 QI 无线手机充电板到这台车身上，非常的好用，充电很快。从最顶级车型下放了360度环境啊，除了一键启动以外啊，我觉得最好用的是像这种停车格的地方。如果说现在我们打进倒档，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新增鸟瞰镜头了，看到自己的车会不会就碰到其他停车场的车，因为它时速10公里以下呢都可以利用，所以不只是静止状态可以透过360度的环境，还有它的多重镜头呢来看自己的位置如何，同时呢移动中时速10公里以内都还可以利用，这个在近距离或是地下室移车的时候，真的是超级好用的。这个呢，也是最新下放到这个180旗舰 X 版本的12.3寸数位的仪表板。它除了旅程电脑以及节能行为等等呢，最重要的是呢，它也可以透过屏幕去看到自己有这个标准模式、节能模式、运动模式、防滑模式，还有雪地沙地的辅助模式。这个要在180万以上的车才拥有12.3寸的数位仪表板，这台180旗舰 X 版本竟然也有。1500cc 啊，直列三缸引擎呢，真的比较省油。在没有正压的时候啊，它就是一个1500cc 的小引擎。而且呢，这颗引擎呢，180匹，26.3公斤的扭力呢，虽然说直列三缸稍微有点抖动，但是它耗油呢非常棒哦，1公升平均可以跑15.9，市区呢则可以跑呢12.89，高速扩充到了18.18，非常省油，比神车还要省油。酷嘎180旗舰 X 版本呢，它驾驶座有8项的电动设计，而且还有腰靠的设计，但是没有记忆功能。但是副驾驶座嘛，则是完全没有电动的设计，只够靠手动咯。后保杆断黑的防刮材质，还有包含的车侧这里呢，也是防踢防刮的这个断黑材质。但如果这个车可以像 STI-X 一样，侧边后保杆就是同色烤漆的话呢，相信质感会更有跑格呢。毕竟这台180旗舰 X 版本啊，不是性能取向，所以它排档座上面原本的 M 手自排变成 L 低速档，代表它没有手自排的功能，而且它方向盘后面也没有了换挡拨片。现在很多车呢，虽然不是皮革包覆的仪表板，但都有这个假缝线的设计，再加上了这个饰板，看起来质感也不是很好。还有这个中间的钢琴烤漆，很容易留下手印，这些都是之后呢购入酷嘎必须要特别注意的事情。很多人在展厅去赏车、赏酷嘎的时候呢，发现后座空间真的是有点小，但事实上是因为一些特别的认证的问题哦。但相信这些问题，老司机都可以解决。哇，这颗1500cc 的直列三缸的涡轮增压引擎，刚刚还有令人非常振奋、热血的泄压阀的声音呢。它的马力呢有180匹，扭力呢有26.3，爆发在了相对低转的3000转。有人会说呢，这个直列三缸引擎会不会相对抖动比较明显呢？虽然说现在看起来有一点小抖动，但车室里面呢，它的抖动以及噪音呢抑制的非常好，一点都不输给它的老大哥 STI-X 的4缸涡轮增压引擎，算是非常不错。难怪它得到了国外许多的引擎大奖。而这台2.5年式的酷嘎180旗舰 X 啊，还新增了 RED， 就是所谓的 Road Edge Detection， 就是呢道路智慧路缘的侦测。但是呢，很少人会在山路上面开到时速65了。我相信呢，福特原厂的用意是呢，在欧洲某些山路或是某些高速公路上面，因为积雪阻挡的路面的标线之后呢，才会有这个所谓的RED 这个样的功能呢来侦测。哦，不过呢，在台湾实际应用上面呢，你也很少能够去在北宜这样的山路开到65嘛，或是中横这样的山路开到65，或是两边都没有标线那种单车道的山路开到65，所以我个人觉得呢，这个功能在台湾可能作动的几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了。哦，
而这台的酷咖180旗舰 X 呢，经过这样试驾之后呢，我觉得既熟悉又豪华的感觉，哦，跟一年前所推出的当时的180旗舰有点类似，它一样是有饱满的动力，直列三缸的180匹非常够用，再加上呢它原本就非常棒的 Co-Pilot 360，一样是 LDW LKA， 还有呢全速域的 ACC， 还有包含的 RTA， 后方来车侦测、盲点侦测全部都有。但这次新增的 ISA， 新增的 RED， 新增的360度环景，可以说是大全配的感觉，大全配。而且呢，从现在到九月底啊，原本每个车型呢车价都涨了40000，但现在早鸟价扣掉20000，等于是用20000块就可以买到了 RED、ISA、360度环景等等的增加的功能，包含它原本就有的 Sync 3 BMO 的音响。我觉得这台车难怪人家说它可以跟现在的 CRV 一争高下，甚至威胁到现在的休旅车进口贩售的霸主 RAV4。